这有几个色？三个颜色，一个是黛比身上的蓝色，另外是基本白，然后另外是粉橘色。白色一定会透？没有，三个色其实都会有点透。哦，真的？因为它是薄料的。哎，其实好像还好哎。好像还好，我觉得白。我以为会很透哎。好像还好，但反正都是穿浅色内衣就都没有问题。它是全棉的材质，然后质量是真的很薄，而且很软很舒服，就那种棉纱的手感，棉纱手感这样子，有点微微皱皱的，就它布料本身带有一点那种织纹的压痕感，就是你烫不平的那种。对，所以拿到的时候不用怀疑，就是烫不平，就是这样。我们都会烫了再出货，不是绝对不是就随便给你，就是随便揉一揉就出货。我之前都一直说他们好贴心，还要烫衣服，每一件都烫，很累。因为我很久之前卖过衣服，我都就是我会剪线头，但我没有烫衣服，我只有剪线头。要烫要烫。还是你那时候还没买挂烫机？没有，我没有那么专业，没有想过说要烫衣服这件事。然后它是整个圆，也是一个圆领的，就是没有领子的衬衫。然后它的是排扣设计，然后胸口有一个口袋，那它版型也是很宽大，对，还是很宽松的。我拉出来，等一下再拉。好，我要整裤子。因为它整个很宽松，真的是蛮宽松的感觉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还有再可以再放两个 Debbie， 对，一个 Debbie 就两边各半个，就是变连体婴可以穿。对，它是比较宽松的版型，那袖子也是比较长，所以我会建议你穿这款的时候要折一下，然后 它折起来。是会，就是会固定，不会一直松掉，所以是 OK 的。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哦，你叫我回去折，然后就一直掉下来，然后就觉得很麻烦。然后后面是这个样子，有一个压折，嗯，它材质就蛮凉的，也是可以两穿，就是你刚单穿当衬衫，或者是摆开来当小外套。外套那官网两种穿法都有示范到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那这个是蓝色，我觉得它蓝色，比较饱和一点的亮的蓝，对。可是它也不会亮到让你尴尬，它还是有一点点粉粉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有点粉粉，但是是饱和的蓝色，对，但不是亮蓝。这蓝色好看，我觉得这蓝色蛮特别的，对，跟很少看到，跟白色的下半身搭起来也很好看。对，白色下半身，或者像现在是卡其色的下半身也很 OK。米白白的，嗯。然后另外这个橘色，它没有很，它不到很亮，它是有点橘肤，就是它不是那种亮。橘，对，不是亮橘，它就是一个怎么讲，橘，橘肤，但也没那么肤，粉橘啊，粉橘，粉橘，粉橘，没错，粉橘，就是有一点粉粉的感觉，粉橘，粉橘，这个颜色也很可爱，它这样搭也很，颜色也很 OK， 直接这样。我觉得 那个 C H I E， 代表说刚那件上衣没上架吗？哪一件上衣？应该你买蓝色那一件上一套。上一套我穿的是你买蓝色的，很日的那个。哦，有啊，有上架。有上架哦。有上架。不然你截图私讯我，好不好？你等一下那个我们收播以后，你拉到那边，然后截个图给我，我丢网址给你，这样比较快，你就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找了。然后我们先介绍裤子好了，等一下我们最后再让 Debbie 把上衣拉出来。那裤子是一款棉麻裤裙。它是全棉麻的，就是100%棉麻。我去拿一下其他颜色给大家。它有一点伞状的，很可爱。它是一个裤子，但是它就是做的很宽，然后所以看起来很像裙子。帮我拿一下，它这个地方有做压折，所以它的裤管会比实际上再宽一些些，因为它这个地方压折会拉开。然后这边有裤，就是有口袋，两边是有口袋。那我再看。然后它的腰围是整圈松紧，对，整圈松紧。然后它的口袋也是做的蛮好的，没有不会这边鼓起来。我很怕那个松紧裤头的任何裙子跟裤子，因为很容易做的不好就会显胖。但这件不会，这件很顺。啊，我讲错了，我刚刚讲错了，它不是全麻的。它是棉跟雷银混纺，但是它就是雷银跟棉麻都是天然材质，所以跟棉麻是一样，全棉麻一样是就是很透气。那它因为还有混雷银的关系，所以它的调子也相对是比较柔软一点，对，比较软的，对，不是那种刺肤的棉麻，对，都是舒服的材质。我看一下。什么意思？要看什么？我看一下裤管，像他刚蹲超，他这样，我看一下，看什么？没有了，我看一下裤管的宽度。
我觉得它的长度是比较偏短一点的，所以如果高个的女生的话，这件可能就要略过它。160是可以完全遮过屁股，还超过了，就在大腿中间。165以上不行，屁股当然会跑出来，怕会跑出来，怕会跑出来。这样保守一点，165以下可以试，那个可以试试看。那我拉出来给你们看。好，衬衫长度就是这个样子，拉起来整个拉开它就比较宽松的。也是你可以搭窄管裤，或是直接短裤，就这样子，不用扎也可以。这样子也是很多人会这样子。嗯，料子很凉，对，很薄。最近真的，你们看出来它很薄吧？很薄，就是很软，很软。最近真的好热，超级热，我根本都不想出门。没办法，我都4点以后才出门。每天会中暑。我们就睡完午觉，我就尽量让他睡到4点，然后我们再出门。